跟兄弟奔小康，光出飞上还我几斤斤几仓，没见过世面我表示很紧张，要打个助理帮我拉行李箱，so fucking high，要让你也跟着跳，来见个面但我现场喝张照，每天连自慰了签名在害怕，跟我彩票在让公司也懂搞，我妈妈让我自己注意安全，看我走廊又创，陪我答应我的兄弟说的做的从来不反悔，我没什么money but that pussy smoking every fucking day，我知道。